其實如果你去參加嗰場比賽嘅時候，最重要咧，只係得一樣嘢嘅啫，就係揾一個好嘅導師。即係咁，小弟咧就係貴為全中國歷史最悠久嘅音樂節目《中國好聲音》裏面嘅連續兩屆冠軍導師。要攞三屆。老師冇鬼用嘅，叫啲學員爭氣。咁啊，今晚咧，其實我帶咗連續兩年嘅冠軍上嚟同大家見面。咁啊，如果你哋拍咧要接熱啲咁樣，知唔知啊？表演到嘅，接熱啲。咁啊。第一位就嚟嘅咯噃 ，OK， 我哋俾啲最熱烈嘅掌聲去歡迎佢。佢個名，他的名字叫吳鶴月，但是你可以叫他翠華都可以嘅。
再还未算，前面情千倍，逐渐降温，迟来一秒钟，迟一秒钟，从前知你变做我错，一秒钟经过我机构，其实太不够，迟迟未预备，第一个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。介紹自己先啦。Hello， 香港的觀眾朋友，你哋好。冇錯，其實咧，大家都可以叫我翠華嘅。其實咧，今日對我嚟講係我好似發夢都唔敢諗嘅一日。我叫咩話？喂，佢叫外賣啫。因為咧，我真係發夢都唔敢諗，我第一次可以同咁多香港嘅觀眾朋友見面咧，竟然係可以企喺紅館嘅舞台上邊。我要超級 super 多謝克勤老師俾我機會可以企喺呢度唱歌仔俾大家聽。是得了，雖然我演出但是不用歌做我的，是得了，我知道了，大家心領，我是你的老師，是因為在節目上的時候老師就已經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導師。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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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了，大家心領，心領知道。現在是落了節目之後也都是歷史的表現。知道。咁啊，我覺得我們是一個歌唱節目出來的啦，咁啊不是一個講嘢的節目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嚟緊嘅呢兩分幾鐘裏邊，希望大家用最叮一個耳仔咁樣去歡迎翠華將佢喺歌晚裏邊嘅。咁我哋